玲玲，我们注定一辈子都不能分开的。我用了你给我买的牙膏还有牙刷，为什么要浪费这三年的时间呢？我说过，一切照旧，不会改变。不会照旧，都会改变，一切的一切都会改变。徐平文，徐平文，你开门！我知道你在里面，你出来！开门！叫你呢。开门！你疯了你！徐平文，是吗？我只知道以前我什么都不要，果然就什么都要不到。我知道你在里面，你出来。现在我第一个改变就是什么都要，什么都要，以后再也没有人敢欺负我。你不要告诉我许立文不在。在，他当然在，怎么会不在呢？
天之内，我听到你们姐弟俩一起骂我无耻，对不起，话吞不回去，打我也要把他给打回去。我什么地方无耻？那你要跟我弟弟结婚了，你居然还跟你丈夫睡觉？这三年，我跟他清清白白，没有任何关系。你们姐弟俩也不相信，硬是要骂我一声无耻。好吧，那我也不白担这个罪名。门开了，人能见到；要丑，那就丑在一块儿，开心吧。嗯。同意，我们回去。我不回去。同意。放开我！你为什么要这样欺负人？当初是谁信誓旦旦说不会破坏我的婚姻呢？当初你的婚姻是我成全，那是他放弃了你，选择了我。那他现在为什么会在这里呢？玲玲，放过他。不要告诉我他无辜，我才无辜。你每一个人都自私，你为了轮回辜负，童心为了鬼背叛了他，他为了超度你的恶梦，就默许。你们哪一个人无辜了？我一忍再忍，我受尽了委屈还求不了全，我为什么要放过谁？刘玲玲，你受了什么委屈了？在我的婚姻里，难道你没有和我委屈受吗？在我弟弟面前，难道我没有对你隐瞒什么？你不是为了我，你是为了你自己。但是现在你不用这么辛苦，因为他什么都知道。纸包不住火，东窗事发，现在随便说什么都可以。走吧，大家和世界都要改变，全部重新洗牌了，多痛快！现在多痛快！我会照顾你一辈子。也许我们之间没有爱情，但我们是家人，我们是亲人。不管生老病死，我都不会轻易不顾。你相信我，婚姻里除了爱情，还有别的因素可以让我们白头到老。当初是谁信誓旦旦说不会破坏我的婚姻呢？当初你的婚姻是我成全的，那是他放弃了你，选择了我。那他现在为什么会在这里呢？
丁文，我爱你，我真的好爱你。如果有来生，下辈子，你愿意只爱我一个人吗？你欠我的。万幸的是肚子里的胎儿保住了，她虽然是怀孕初期，不过小孩的生命力很强，并没有受到影响。我们都相信她会是个有福气的孩子。为什么？你说话，你回答我，为什么？到底你对他做了什么？你让他受了什么刺激？是你对不对？对，是我。一切都是我的错。徐定文，我警告你。她是我唯一的姐姐，你最好祷告她能够平安无事的被推出来，否则我不会饶了你，我会杀了你。医生，我是佟丽丁，她现在怎么样了？撞击猛烈，这个部分的器官有移位的现象，内脏出血，连脑部都受到了撞击。那她会死吗？这个，那要看他能不能度过危险期，我们只能尽人事。你不用太悲观，伤者他的手术状况很稳定，而且万幸的是肚子里的胎儿保住了。他虽然是怀孕初期，不过小孩的生命力很强，并没有受到影响。我们都相信他会是个有福气的孩子。如果他们母子都能够平安存活的话，可不可以请你多爱他们一点？是你的骨肉，他们两个将会是你在这个世界上最亲的人。可不可以放掉一切的恩怨，好好的爱他们？跳自杀。
他现在？他不好，留在加护病房观察，还没有度过危险期。童心，我真的……你很抱歉，难过、遗憾，还是很开心。没有了他，就没有阻碍了，你就不必看许廷威这么偷偷摸摸的来往。你心里根本希望佟丽永远不要醒过来吧？告他童心，你为什么要那么残忍？你为什么要对我说出那么残忍刻薄的话？因为我姐姐现在还在加护病房，她不知道能不能活得出来，她是我唯一的姐姐。你可以爱你姐姐，但一定要对我刻薄吗？如果今天躺在加护病房里的人是我，你们姐弟俩会不会对我有一丝愧疚？佟丽她从来没有伤害过你。没有吗？她偷偷进到我家，开了瓦斯等我回去，要引爆瓦斯跟我同归于尽，你知道吗？你不知道，因为我都爱，都想保护你。你活在你的世界里，你的漫画，你的电脑，你的鬼。我们把你保护得太好，你什么都不知道。你以为你纯洁，别人都肮脏龌龊。你知道你的下咽曾经附在我的身体上吗？我当然知道，那次他妈妈错，他厌我。你以为那个纯洁善良的小鬼，他曾经借用过我的身体跟你发生关系？最亲密的肉体关系，吃惊吗？这一切我都忍了，我没有告诉你，是因为我爱你，我爱你的宽容，爱你的善良温暖。你想到你比谁都冷酷，一番起脸来恩断义绝，约好了，下午还要去市酒席菜的，还有习题的样式也还没选。不必试菜，不必选帖子，什么都不必。没有婚礼。李玲，你最亲爱唯一的姐姐现在躺在加护病房里，你怎么可能会有心情结婚呢？你是希望她心安，不管她能不能活得下来，你都要她心安。我嫁了人，她心安。就算是我们唯一能够为他做的事情也只有这个，你可不可以放过他呢？不可以。经过那么多事情，如果你今天是真心诚意来跟我求婚，我会好感激你。可能我真的会哭出来，可是你不是。你是为了你姐姐，你拿我们的婚姻当护身符来替她保平安，这种婚姻我不要。这个世界会陌生的可以，你爱我，你爱我吗？这句话可会变得让你很难以回答。我知道你的心
些凋谢的花。世界。